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又嚟到滑板车重温。呢部系我第二部嘅充气车胎滑板车 ，Hippos 嘅 Ultra Air VA。Hippos 系一个德国嘅牌子，呢个牌子唔算出名，喺香港亦都冇地方购买。咁究竟我喺边度购买嘅呢？话说以前喺滑板车讨论区有一位师兄，佢就喺德国引入呢个牌子嚟到香港卖俾大家嘅。见到之后我就非常有兴趣，最后我就买咗两部充气胎嘅滑板车，一部就系 Hippos 嘅 XXXL Air 啦，另外就系今日呢位主角 Ultra Air VA。我哋分享翻第一个优点，呢部滑板车咧系有手制嘅刹车嘅，方便到好多滑板车嘅新手，因为佢哋未能掌握用脚踩落尾辘去刹车，手制嘅刹车咧亦都增加咗安全性。第二个优点咧就系呢部滑板车揿一个掣就可以接埋。接埋之后呢就唔会左拧右拧嘅，会棘实咗喺中间，出入交通工具就方便好多。第三个优点就係佢嘅踏板设计非常特别，踏板嘅材料非常硬正，另外就係佢独特嘅设计好吸引到我。手柄佢有四个高度俾大家调校，相信適合所有有興趣的朋友。整部車的設計非常有型格，有著劃時代的氣味，踩出街回頭率非常高。又到分享一下這部車的缺點，當然就是價錢比較貴啦。當日我的買入價錢是3000元，賣家已經說便宜了給我，非常可惜，最近上翻官网，发现已经冇咗呢个型号售卖，找不到价钱参考。另一个不好的地方咧，就系佢个尾部呢个位咧系唔能够踩落去刹车嘅，你只系可以靠手掣去到刹车。下面我放咗一啲车身嘅资料数据。多謝收睇，再見。